好，大家安啦、啊！今天是行程第三天啦、啊，也就是即将北上的一天啦、啊。好，那今天是一场硬仗啊，我直接从嘉义一路骑回新北市。那今天就是因为时间拉得比较长，所以我路上可能会多找一些休息的点。啊，我现在在埔子啊，我住宿的地方在埔子。啊，我休息一下，吃个东西，就会到新港去了。哎、欸，跟虎爷公真的有缘呢。埔子住宿饭店旁边就是埔子敬武会。里面有两尊虎爷，一大尊一小尊。好，到新港之前啊，先来这一间我很想来的庙。哦，埔子飞天宫，里面有很帅的三军尊神啊，期待很久了。好帅！哇，这边有虎爷的分灵呢、啊，三军尊神。比较小尊一点，这边都是神灵神尊，天顺将军、太子爷，上面还有卵生的圣母。好，在前往新港的路上，我这边是六角乡蒜头村，一人五百的故乡啊，我在这边停下来吃了个早午餐，然后现在就直接到新港 ，Go Go。好，已经到新港了。我今天是连假，这边很热闹，人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车停在庙跟牌楼之间呐、啊，来做一个最后的。刚才机车过去，它就一直逼，太敏感了吧。我要来先把五爷的这个坐骑哦，座驾，他的座驾来做最后的检查，把螺丝来锁一锁，啊，这边都有螺丝锁紧，然后再铺一张金纸在座位上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进庙里面。哦，我们家虎爷公在这边，先跟我们家虎爷公烧香禀报一下啊，等一下来跟他宝贝，我看一下今天正式回家的时间。有神尊要来。还是祖庙的钟鼓声最好听啊，这是本次旅程要准备给大家的节缘品。他刚刚有宝贝请示胡老大哦，还有新杯哦，我们可以借他的香火过一下，来让他加持一下。之后这个会抽给大家。买了一条毛巾，我脖子有点晒红了，今天要披的，你看今天穿长袖。好，现在时间一点半，这虎爷指示的时间，我们要来准备回家了。哎、欸，至尊，至尊。回家。来看看，如果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虎爷回家。回家。来，开大门。谢谢。请虎爷上车，有一路北上了。发现我车停得有点远，我来接驾车那边。看一下，这样请的虎爷走一段也是很不错的。这上面都是昨天的炮屑，我刚本来想整理的，但我想想这样留着好像不错。虎爷爱夹跑嘛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换电的，因为这虎爷的座驾它会挡到这个坐垫，它其他这边有一个快拆，快拆拆掉之后呢，这个可以整个拿起来，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那我就要把虎爷抱起来，抱在手上。然后单手换电，但它很重啊，手脚并用。
就是这样，有点小麻烦。不过这几天我已经换的蛮顺了。我第一次、第二次的时候特别的不知所措。好，然后继续上路。地上是什么？哦，前面有一间大庙哦，不知道是什么宫，大有永安宫。好像应该已经是进入海线了。这附近呢有一个换电站，错过了之后呢，下一个要到鹿港去才有了，所以我们保守起见啊，我们先来换一个电。啊，我的眼睛断掉了，可能脱安全帽的时候去扯到吧。不还好，我现在戴的是全罩式，所以你这个戴进去之后还可以把它卡住，所以目前行车上没什么问题。我刚才这个好像配没多久，放 QQ。现在我们到台中，可能是清水吧。我们停在这边，让虎爷看一下夕阳。哦，现在又一堆那种小飞虫出没了。这个电池超重，老公，切。哦，对对对，嘉义新港。一半的这段是很，以前是很艰苦的，因为我也骑过环台、后龙这一段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对，我刚刚看就是，哇，长久这边有，赶快转进来看。遇到一个熊猫先生啊，他跟我说这站这个换电站是新的，之前没有，之前你要换电的话，你要到很里面那边去换，但是也算幸运啦。好了，我现在在通宵啊，希望骑车不要骑通宵啊。这边的路我就有点印象哎，我昨天有经过这个石后公路桥，路过白沙屯之后有机会再去朝圣啊。哦，这边的路有够黑的，完全没路灯呢。哇，我在这个快速道路走一走，发现这边有一间庙，香山天后宫，来跟圣母打声招呼，蛮漂亮的一间庙。现在进到新竹市区啊。我打算要在新竹市这边稍作休息，早上起来吃了个早午餐，就没再吃东西了，路上是喝水喝茶。哦，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来吃点东西啊。哦，那因为呢，现在骑着虎爷车啊，要买什么东西其实也不太方便啊，所以啊，我决定来买这个。你好。我要一个大薯，一个法式芥末香鸡堡吗？哎，没有，我要一份大薯，一份大薯吗？对，然后现在有沙拉吗？有，是意式烤鸡沙拉吗？没有，就是四季沙拉，一般的配餐沙拉就好。对对对，好，这样的话97哦，下一个窗口。好的，谢谢。嘿嘿，好，接下来就去找个地方吃啊，看有什么公园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新竹的天公潭休息一下，我来吃一下我刚刚买的德来素啊。虎爷公就在这边停驾一下，来上三炷香给虎爷公。哦，不过这边风好大，不知道点不点得着。没有，没有，就你自己走，拿着香旗。对啊。哦，那边给虎爷点个香，我吃个东西。买了一个生菜沙拉，拿了一包薯条啊，这样应该就够我骑回去了。我老爹跟我姑姑跟我约在桃园车站那边，他们特地前来啊，要来这边迎接虎爷圣驾。哦，一阵子没来桃园了，路都有点不认得了。嘿嘿嘿，你们车停哪里？很准嘞。现在时间12:09，跨日了，已经跨一天了，继续往三重。好，各位。我现在时间1:20，终于到了三重的家。我现在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把香给供起来呀、啊。我真的是累爆了，现在最酸的是脖子，可能因为一直戴安全帽吧。然后那个风一直吹，然后你头要紧着。我现在哦，
脖子一弯就超痛，然后现在终于把虎爷公请上神桌。好，那今天先这样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已经是隔了一天了，那虎爷很慈悲啊，他特别让我再休息一天，现在呢要请他回林口正式回家，那这趟旅程呢就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啊，然后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。到了林口，随着虎爷公给了一个圆满的行杯，正式结束了本次的行程。那从奉请虎爷到第一次业主，跟这次的骑车业主跟神明同行的旅程，到头来反而更像是给弟子的一堂课。那在本次的尾声，也是要感谢各位，无论是在路上或是在线上，我们明年再见。